位观众朋友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我们都知道佛教呢有很多的法会，譬如说水忏、梁皇忏、水陆法会或是水陆空法会、地藏法会等等。那么这么多的法会，他们之间各有什么样的不同，又各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这都是我们中国人呢，中国的佛教徒编出来的一样一样的法会，所以有的是根据经典来编的，有的是根据咒语编的。编的出来做什么呢？是适应呢我们中国人的需求而来做些法会。本来法会的意思是弘扬佛法的聚会，是修行佛法的聚会，说法的、听法的聚会。那现在中国人呢，中国的佛教徒啊，说法的人不多，那只有啊，这个编一些啊，就仪式、仪轨，照着去做呢，就变成法会。那在印度有没有这些法会呢？在佛的时候啊，所谓法会一定是弘扬佛法的说法的会。比如说华严经呢，是一共啊有九会，九个大会啊之中啊，完成了一部华严经，说完了一部华严经。还有呢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之中啊，有三百余会，这个三百多次的，就是啊，说法的大会。如果是仅仅是一个人、两个人为对象说法，叫不叫法会？不，是大型的弘法大会叫做法会。所以原来的法会的意思是一定是啊，说法的时候聚集了很多的人为对象。那到了晚期的佛教呢，我刚才讲过了，说法的人少了，那只有啊用仪式来啊，这个通过仪式而得到一些佛法的观念，而修行呢佛法的一些动作、一些行为。本来呢像各种各样的法会啊，都是集合着又是唱又是念又是拜又是呢跪又是呢观想，又持咒，也有诵经，也有唱佛号，也有唱经文，这个是综合性的一种修行呢的道场，所以这叫做法会。那我们现在讲说弥陀有弥陀法会，就是专门这个修净土法门啊，修弥陀法门。如果药师经根据药师法会，就是变成了大家是根据药师经来修法会。那么梁皇忏的法会啊，就是拜梁皇忏嘛，那就是叫做法会。另外这个水陆法会就是打水陆嘛，水陆仪轨，根据水陆的仪轨。仪轨什么意思啊？仪轨就是它是编的一套啊，这个仪式里边呢有诵的、有拜的、有唱的、有观想的，这种种的这种啊仪式结合起来，这叫做法会。那地藏菩萨诞辰的时候，我们念地藏经、拜地藏忏，这叫地藏法会。那么如果说是啊观世音菩萨诞辰的，我们念观音经、拜观音忏、唱观音菩萨名号，这个叫做观音法会。所以种种种种的，根据经典、根据菩萨名号、根据佛号、根据佛的法门、菩萨的法门，那
就变成了不同的特定的这种修行的聚会，叫做法会。因为在一般的信众、一般的寺院，能够讲经的、能够指导人修行的人很少，但是呢，一起拜忏、一起唱诵比较容易。你只要一个人带头会唱、会念，几个人呢会打法器，那就其他的人又跟着唱、跟着念，这就是法会。那么在过去呢，在过去，所以做法会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信众啊，这是站来看的，站来上香、拜佛、供养、布施，自己是不会的，对这个仪轨的照着去做是不会的。那么在近年以来，在我们台湾来讲啊，我们龙山寺开始啊，就是呢，凡是做法会，信众来的时候，一定是请他们大家一起跟着来做的。比如说方艳口本来只要五个人、六个人，他们一堂服侍，他们自己出家人在做的。可是，在我们龙山寺文化馆呢，我们在放艳口的时候啊，每一位信众手上给他一本艳口的仪轨，上边法师们在唱、在诵、在念，下边的人也都可以跟着。另外，我们的三世心念的法会，也是净土法门的法会了。我们呢，本来是只有出家的法师五个人、七个人呢，就可以念、就可以唱，其他的居士们这是来烧烧香、拜拜、供养，就好了。但是到我们的龙禅寺呢，每一个人都参加的，每一个人手上有一本三世心念的仪轨，跟法师们完全一样的参与啊、唱啊、诵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的法会是集体的共修的一种法会。像这种就是不同性质的法会呢，其实同一个目的，就是在修学佛法，同时也兼顾着是弘扬佛法。很多人不懂佛法，但是参加法会以后啊，觉得蛮好哎。那虽然佛法不懂，可是呢，已经参与佛法的修行啊，也得到一些利益，这也很好。阿弥陀佛。